那有臭宝呢，寄给我两颗蓝莓让我寄养。也跟花儿们说过，我们的蓝莓养的不是多很好，也给大家说过我们失败的原因了。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在秋天的时候进的苗，它没有完全去生长足够的营养。刚才给大家叨叨我那个蓝莓没养好，我也说了，是因为我们秋天进过来的苗啊，它没有经过很长时间，没有经过那种渐冷的一个转化，就说白了就是营养不够，就经历冬天了，然后状态不优秀了。看看这个臭宝寄过来的是什么样吧。弄啥你这是？也跟花儿们说，为什么让你们春天买苗子？春天买苗子啊，它怎么着它都好整。你再从宿迁买的吧，这位花友，这个东西它能活吗？你开玩笑一样。你们总是贪便宜，总是贪便宜，没法说。其实可恶的不是那些商家，是咱们人的这些心理啊，贪小便宜吃大亏啊，真的。我看过一个视频，一个女的去买苹果手机，人家手机店里要6000，她看了网上要2000，她就去买。然后那个，买完以后啊，这确确实实是假的嘛。手机店的老板说她，明知道是假的，为什么还要去买？她说就算是假的，我最多舍2000，要真的我那6000不就没了吗？对，也对。你们买这种花也一样，你们可能5块8块买了，你最多舍8块5块呗，让你花30-40，老花一家卖的50多啊，一个蓝莓带着果的那种，你就接受不了呗。你这种我连看都不用看，他虽然说是以北京的一花友寄过来的，这个100%是宿迁苗。有的人说我在抹黑宿迁，我希望宿迁的花友们你知道一下哈，不是说我在抹黑那个地方，是有人在抹黑，你为啥不说他去？我还能抹黑一个地区吗？是这个道理吧？那是多少千千万万的人努力抹黑的那个地方呀，蔓延到我们山东临沂了。你看这个胶泥土，这个大泥块，哎，快都快不动，用指甲挠都挠不动，它根怎么能长得出来呢？这种大胶泥土啊，跟花儿们说过无数遍，这种土是恶命啊，是厄运，但是这种土的保湿好啊，他发给你没事，他管你呢，到时候你死了他又不管。花儿说能种活吗？就算是能种活，上面这么多这种枝条，他拿什么种活啊？就算是你买这种真想种活它，也只能这样。上面那些你看得多有啥用啊？没用。你知道这个蓝莓你养出来那种带花带果，跟这种青稞你知道成本差多少吗？就这种苗子给我都不要，就给我都不要。我养出来你知道我费多大成本吗？这位花友，这也就是花友寄给我了，让我去帮他救活一下，我帮你整一整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个100%不对版，100%的不对版，连想都不用想，就最便宜最普通的蓝莓，你甭听它有什么新鲜的品种这了那了的，想都不用想。二叔老花，你在骂我，你说话真难听。我不是在骂你，我是在抨击这个现象，不是说你们怎么怎么地。你看到了吗？这位花友，它下面新长出来的这些笋枝它都干死了，你就让它买回来，它长也是从这个地方重新长新的，上面的枝条都得死，这都没用。你别看枝条多，一点用没有。再就是下山庄玩生庄，知道吧？他们那么个玩法，给你的怪多有啥用啊？有的花友可能也不是贪便宜，可能也花了不少钱买到的。这种商家做不长，然后我做今年做10年了，挣钱又不丢人，挣钱多少的事呗。我一开始挣钱挣得很少，甚至都不挣钱。你坚持啊，你跟我一样坚持上10年，你比我还厉害呀。这枝条我都不要了啊，过干了，而且我还不知道啥品种，我没必要去赌，就留下来这几个根。你们如果说喜欢玩这种根的什么的哈，我教给大家怎么玩，找小盆，不要用大盆，一定要用小一点的花盆啊，花友。然后它这个来的时候已经脱水了，特别的干，先用水泡一下，把它丢进去泡起来，泡的时候里面加入一些生根剂，我加了一点那个杀菌药小黄2号，加点生根液，会玩生根剂，养花用会玩省心又省钱儿，泡一会儿。这个呢，先丢一边泡着。讲这个花盆跟这个土的事，老花一就是卖土的。我们这个土养什么都很好使，你要信不过我的话，你就用沙土，你别整那花里胡哨的了。网上很多卖营养土的，我可以说90%的人都在骗你。你不买行，你省钱行，你就用沙子。建筑工地上装修用的那种沙子，知道吧？给师傅一包烟，你出两铲子，你得养多少花？是这道理吗？你整那花里胡哨的有啥用啊？省钱我也教你了，你花钱我这也有，你买谁的都是买，我挣你点钱咋那么费劲啊？
不要用很大的花盆啊，花盆小一点，花盆小一点。我这个土比较保水，所以说我用的花盆比较小。这个比较长，所以说我埋的比较深。这个比较浅的，我就埋的浅了，别埋的很深了啊，花友。哎，多少花友他不听话。胶片透水。如果家里边很干，没有棚棚的，你用个塑料袋给它套一套，明白吧？让它再发起来芽。看着挺大的苗子，其实在我眼里一文不值，都不如一个主培苗值钱。好了，希望能帮助到这位花友。之后的光照可以给，但是要保湿，杀菌啊、生根啊都要做，等到叶子长起来了再想那个肥料的事。就这种东西，你让我养，两年都不结果，起码得两三年才能结果，就是一年肯定是结不了果的。一年长苗子，两年长壮，三年结果就不错了。你买这玩意儿干哈？你三年的时间，你捡矿泉水瓶能买几十盆蓝莓啊？想寄养的臭宝联系后台吧，需要不着急点关注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白了臭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